是这双斜柳公犬折了，再折下来，折两次，点刷带回来，左边短，右边长，兜下去，往中间兜的原因是因为要写中间这个士，那中间这个士他写的往中间收拢，注意还是要保持有点行书的动作，行书的动作，前面尖尖的滑过来，抬高，好，中锋点。啊，这个撇拉得很平啊，它一般这个拉得很平，然后再回来以后稍微抖动一下，拉出去送出，十